林老师，林老师在上面。是八大，对不对？我们八大的媒体朋友们辛苦了。很多人就问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吃什么？有的蔬菜都是熟的。炒螃蟹见到蟹公公是不是？我们都已经蓄势待发了，对不对？那任老师，任老师，我们现在在等谁？好，我们八大的这个新闻媒体呢，他要抓大面哈。抓到这个程度，我们等一下就拿到桌上。那任老师，我们现在要等谁？我把它切成一块一块，然后去烤焙，然后大概烤20分钟就好。对对，很简单的一个早餐的一个，而且都可以当正餐。它等一下出来是一块一块的，好，要做到后面。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做，有，等一下就。好，他们台上的这个报名 DIY 的后面 DIY 的好像开始了，那我想先问，你大概几岁啊？五岁几娃娃？对，所以你把它烤在里面，其实它吃起来是不会去感觉到胡萝卜啊、马铃薯啊。对，那你可以变换成大人的口味，就可以放一点培根。培根还是要什么？不会。那我可以表现吗？要不要上去？对啊，再帮我们做一下。还要再做一下吗？可以帮我们那个拌一下。对。等一下，我们上去的成品就会像这样子，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切成一块块，可以吗？200度二十分钟。5到6位的这个婆婆妈妈们正在创作的呢，就是蔬菜好蔬菜饼干。在我们刚刚毛毛老师的亲自示范之下呢，好，其实做这些蔬菜饼干的材料跟这个过程其实都不难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看到各组啊，台上的各组，那刚刚呢纷纷的提供意见。
要这么的吃，要这么的过，要这么的油腻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另外的这个选择 DIY， 它中间所呈现的乐趣了。比如说台上的这个场景哈，把它变换成，哎，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妹妹起来动手做的话，想必啊，收到的这个试菜名单会更加的好吃，因为呢，充满家人家族的温暖暖暖的爱。那当然，我们刚看到了这个食材的特殊状况，除了有台湾的鲜乳、国产鲜乳之外呢，哇，还有五色的蔬果，红色的红萝卜，哦，还有马铃薯，好，绿色的豌豆，颜色呢真的是五彩缤纷哈。我叫你们叫大姐。
们今天的活动呢，载入了很多环保物质的概念哈，是低碳饮食的食物，又再度变成一种做。那么我们的这个基层呢，发挥到是极致。我们待会在四周围我们所做的地方，有些木色啊哈，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们顺手啊，顺手，我们随手就做环保，把我们这四周围的垃圾啊，把它吸一下。拿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地方也准备了垃圾袋，好，帮我们做一下这个清洁的维护。